儿子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？干死他！干死他！干！来，咱俩演练一下，考考你。来啦！都不问是谁就开门，重来。谁呀？快递。来了来了！啊！我说快递就快递呀、啊，那他是坏人咋办呢？我电死他，跟他干！一天就知道干，谁敲门都不许开。行了，快递到了，开下门。我是奥特曼，开下门。脑袋够用，像我。行了，表现不错，给爸爸开门吧。给爸爸开门呀、啊！别让我讲给你听啊！开门啊！是爸爸呀！开门啊！你们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个小狼崽子，这是要把我饿死在外面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便利店买点吃的去。嘿呦喂！站住，你怎么打人呢？这么多吃的，我没蛋币，这可咋整？有了，这下就能随便拿了。啊，这个还有劫匪的装扮卖，这家便利店真奇葩。哼，灰太狼，你的小心思已经被我看穿了，跟我们保安走一趟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拿来吧你。我的呀，浪哥，超市外面突然大雾笼罩，怪物丛生，好多大黑蚊子啊！完了，这下咱们走不掉了。小灰灰，大半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滚出去！灰太狼啊，灰太狼，你怎么这么悲观？不有几只变异大蚊子吗？振作起来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逃离这里。小妹子，搜搜这座便利店，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好的。灰太狼，你也别闲着，起来干活。哦，浪哥，这里面有洞子，但是门打不开。别着急，我找看有没有钥匙。漂亮，还真有，快进去看看。快看，浪哥，这里有个蛋仔。小心出手，小妹子。好家伙，还吓我一跳。浪哥，这个蛋仔快不行了。他说这个触手体内有剧毒，而且那些变异蚊子好像有点怕他体内的毒素。太好了，灰太狼，你去搜集一个可以收集毒液的容器，我来对付这条触手。收到。这边箱子顶上好像有把菜刀，嘿，看我的，直接给你一刀两断。我来，我找到了一个针管。漂亮，把毒液吸进吸管，然后呢注入这边的手榴弹里，等会儿扔向外面的怪物。接下来咱们还需要打碎这边的玻璃啊。浪哥，让我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想着吃喝？擦，不懂了吧，可乐里面刺儿多，我们只要剧烈摇晃它，它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冲击力，一块块碎的玻璃而已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打破。好了，快往外扔毒液炸弹吧。太好了，他们退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哦，哈哈，我去，浪哥，这又是什么怪物啊？哎呀，先别管它是什么了，赶紧跑呀，快上车，快上车。喂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车啊。前面被怪花挡路了，浪哥，这里有些肉球，咱们把这些喂给他们。好的。喂喂喂，别抱我呀。OK， 路通了，快走。小心，浪哥，又是那些讨厌的蚊子。这里有大炮，好好好，咱们可以直接干掉他们了。灰太狼，委屈你一下，你来当下炮弹吧。啊！开跑！哎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走了走了，继续前进。完了，这里大路被蜘蛛网给堵住了，只能走旁边的小路了。小心小心，不要碰到触手。我去，好多血眼！这边有弓箭，看我消灭他们。嘿嘿嘿嘿嘿，还有最后这个巨型斜眼。哦，浪哥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声音，小心，是火车，不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居然没事儿。浪哥，快看前面。我的天，这什么怪物？这也太大了吧，我们真能打得过他吗？完了完了，我们恐怕逃不出这里了。小灰灰，老爸对不起你，不能再陪伴你的成长了。你自己一只狼在蛋仔岛上，可一定要开心快乐地活下去呀。哦，
浪大队长，这里有把枪，麻烦你直接给我一个解脱吧，我不想被怪物给吃掉。这浪哥还有我，好吧。哎，好家伙，原来是嫦娥梦呀，吓死我了。臭小子，你老爸我都在外面睡一个晚上了，怎么还不给我开门？小妹子，我说啊，咱俩看了半天热闹了，该走了。哦，浪哥，你说灰太狼这门还能进去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啊，大家可以猜猜看哈。